律师，请问一下，高子哥今天为什么会出庭？那个陪审记者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本人没有授权我们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他本人是为什么这次没有？那各方面回答。你今天是来帮他请假的吗？对对，就是不是不是。那你今天是来？就是来做笔录。来做笔录。对对对。好，那他本人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就是说针对最近我包含了他都被提到了公诉。他这边是目前没有授权。对。啊，那我这边我还是讲一下那个关于法条的要件。对，因为书本它是讲，它讲的比较偏向是具体指责的事项，哦，那并不是抽象的漫画，对，那所以这个侮辱公署罪的可能会成立空间可能还有对，当然市警局他们提告可能有他们考量的那个因素，对，那这个法条是不是适合，对，需要再去思考一下。那他本人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呀？那个剩下的就因为没有授权，就变成就是没有时间。